穿越过这个梦幻的境地，然后我们现在要进入的就是 Coco Chanel 女士的这个这一扇门，我感觉我回到了另外一个时空，然后还有这些非常漂亮的屏风，其实它都很具有亚洲的文化，包括屏风上面的图案，在这里会看到一些很多西湖的景象，然后还有一些瓷。其实香奈儿女士呢是从来没有去过中国，但是有一天据说她在这里 take a nap 午休的时候，做梦梦的她去了中国，所以至于后来呢就有一场巴黎香奈儿上海的一个秀，也许他的那个灵感就是在那一瞬间。在这个房间里面呢，其实它有很多很经典的这些香奈儿的元素就融入在这个房子里。现在我坐的地方就是曾经 Coco Chanel 女士坐过的位置，要不然我们来时光倒流一下。